秘密的部分是由三江大学的前校长张嘉颖博士来以三江大学的校训的表格，就是我们在108年的时候，针对官兵的学历素质那所做的统计。在上面山顶，那位邓尚克指挥部也陆续跟8所大学签立的策略。对，是。所以说，我们这边跟那个他们演练的。搜救训练超科技时，官指部击不赢，加油！谢谢总统。